我们针对线材注意这些叫分色管理、色彩管理。那么由于我们这些都是以前念大众传播系的学生在大学念四年学的东西，那不可能这么快就会，所以我们用了这样防呆的方式，让大家能够正确的把线接准，好，这样才会 OK。那同样的，这边提供范例，哦，就是这样接。现在再灌这个，这样就不会错了哟。要不要灌？都会帮你们灌好，啊，都会帮你们设好。他要搞，他要开。